哎，太久没有旅行了。我上次见到他是那个八月，去年八月。去年八月，刚拍完那个《怪你过分美丽》。哦。然后对，然后你秃了嘛？对，秃秃，因为那个戏每天加头发，上面有一层头发都断了，然后那长回来了，没事，这个是真的。因为我上波期也秃了，这边也断了。天哪，太巧了吧！夹到断了。哇哦 ，amazing！ 这么奇怪的事情，两个人都能够碰上。同时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有。然后拍那个戏超级累，但是好久没见他们了。然后我们就约一起姐妹们一起去旅行。不愧是演员讲的话，哲还是哲哲好像很会哲一样，但下面更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这么贤惠，还是累。就是拍镜子是吧？